谁说好的作品一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？下面这位艺术家就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创造出了一幅精美的喷画。刚开始看他工作时，谁都想不到最后的成品会那么精彩。他似乎演练过很多遍，对颜色与构图的掌控炉火纯青，绝对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刚开始他喷了红与黄两种颜色，将不同的物品放在上面，继续喷色。